农历新年将近，马六甲慈济职工准备了250个福袋到中央医院探访病患。这一份关怀从1997年直到现在，送祝福给他们了，也祝福他们早日康复了。这是一个祝福的机会了，然后我们只是托你们的福帮忙一起做祝福。以后我们可以看几个patient来，你们一进来他就一个笑容给你们看了，所以这个是 entirely your show very genuine heart, so this is something very good spirit to all our patients. OK 谢谢。送上年柑，献上关怀，病人郁闷的心情获得疏解，好像给我一个安慰样子，鼓励不要再次喝再喝，抽这么多烟，喝这么多酒水，抽这么多酒，说。身体健康些啦，啊，一种让人淡淡听个听个。Perasaan bangga sebab persatuan tak lupa kepada pesakit-pesakit yang ada dekat ward。志工把新春祝福送到医院，即使病苦，病患依然感受温暖。大爱新闻饶玉润、钟建明，马来西亚马六甲报道。